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。我们总说一分钱一分货，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。毕竟商家和顾客都不想吃亏，所以多少钱多少货对对方来说都是非常合理的。但在国外却有这么一家不按套路出牌的面馆，大碗比小碗还便宜，这你敢信？其实最近国内也有这么一股风气，不过效果嘛却是大同小异。正常到面馆里吃面都是小碗便宜大碗贵，但这家面馆的脑回路却很清奇，大碗1元小碗5元，让第一次来的客人看的是一愣一愣的。但就在顾客一边心想着老板中彩票了，一边点了一碗大碗面后，才发现原来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因为这碗面也太大了，好家伙，这碗面都能快赶上澡盆那么大了。当然正常人肯定是吃不完这一碗的，所以嘛，尽管面是挺好吃，但理所当然的会剩下不少汤底。接着老板就拿来一个秤称了一下汤底的重量，并且明确指出店规中的一条，杜绝浪费，吃剩的部分将计重收费。所以满打满算下来，一碗面正常都在20起步，反正总是不会亏的就对了。这种奇特的营业方式也为这家面馆招揽了不少的忠实顾客，当然其中有很多都是想来挑战大碗面的，其中就不乏有一些大胃王，但老板无论如何都不至于亏本，毕竟能吃的还在少数。要真想靠吃把本钱赚回来，那估计不练个3-5年还真练不出这种味。小伙伴们你们觉得呢？好了，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，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。